我的艺术清单，欢迎大家。我的艺术清单艺术分享公开课系列，重量级嘉宾逐一登场。就是接触经典作品魅力，大道至简，大化传统文化之美，这是书法里的精。艺术分享，外界交流，会需要准备。8月12日起，综艺频道每周四晚播出，敬请关注。中国美术馆馆长、雕塑家吴蔚山做客《我的艺术清单》，是怎样的文学作品让他的内心获得力量？现在国家图书馆只有这一本。是怎样的雕塑作品让他感受到写意的魅力？奇缺的写意雕塑。又是怎样的音乐旋律影响着他的人生？但他浅金浅金浅金金。吴蔚山的艺术清单稍后为您揭晓。位于北京的中国雕塑院内，藏有众多雕塑家吴蔚山的艺术作品。青春异想团成员特意来到这里拜访吴蔚山。啊，这个那边还有范仲淹、王羲之啊，这个还有钱钟书、潘宁寿等等这一批。这个齐白石的胡须，你看这样表现啊，拉下来就像流水一般的。啊，这个呢就像一个闪神一样的。作为中国写意雕塑理论与创作的首创者和践行者，吴蔚山创作雕塑作品近600件，多次摘得国际大奖，作品被陈列于世界多个国家的博物馆和广场。任何一个雕塑，它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而这种故事使这个雕塑艺术呢，充满了一种魅力，充满了一种文化的含量。这是正在创作的，你看，贺建廷的这方面的专家。大拇指好像是不是做雕塑有所变化？他因为经常按啊，他这个要宽得多。哦，两个大拇指宽度都不一样。对。我将带着我的艺术清单啊，去做一台节目。让我们有请中国美术馆馆长、雕塑家吴蔚山老师，有请吴老师。老师好。好。欢迎您，欢迎您。先能看看您的手吗？他这个倒不是跟一般人的手啊，就是跟我自己的手相比啊，你看，他两个大拇指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长期啊按了以后，他会有这个反应的。啊，这个就创造的时候，只有用手，它是最好的工具，因为用手啊，它可以跟心直接的能感应，最敏感，你用刀也好，用木棍也好，等等，它总是有一种隔膜感，所以手是最好的工具。确实是，您觉得雕塑家跟其他的艺术门类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我听到这样的一种描述，说雕塑家是美术界的重体力。那是工种。因为雕塑呢，首先它是一个三维空间，它要塑造一个立体的形态，形式，它存在在一个空间里面，所以它要成为这个空间里的精神体，那绘画作品它是一个平面的，它是在平面上来塑造一个这个假想的视觉空间，那这个书法呢，它是在一个平面上用线条来这个勾画出一个书法的世界，所以雕塑它还要用体力，因为它很大的雕塑，几十米的雕塑，你要上架子啊，你必须要每个地方你就要去敲它。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好好好。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场属于我的艺术清单的对话，这张艺术清单就是您带来的，我们看看什么样的艺术作品丰盈您的精神世界。方志敏同志的《可爱的中国》。
为什么对您会影响这么大？这个我看了方志明他的这个可爱的中国以后啊，非常的感慨。第一个，他在月中，也就是要面临着死亡，他并不害怕。他说为了啊这个国家的兴盛，他的这个生命啊并不重要。那么在他的这个可爱的中国里面，他也写到，有人对中国的前途不抱有希望，认为中国是没有办法了，是无药可救了，啊，这个帝国主义那么强大，他们的炮弹对人那么高，那么中国没有希望了。但是在方志明这名革命历史的可爱的中国里面，他对中国抱有无限的希望，这就是一种信念。他认为只要中国人，我们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定会打败帝国主义，中国一定会建设得很好。确实，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应该是写下了16篇近14万字的文字，比如说可爱的中国，比如说清贫，这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天哪，这本书保存得很好，1951年10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3000本，影印3000本，1951年，我天哪，我的手上捧着是一本七十年的一本印的3000本之一。这是从国家图书馆，对，国家图书馆只有这一册，只有这一册，只有这一册。好，我突然觉得手上的分量好重。您看这个，我刚才看到还有很多修改的痕迹。对，他在狱中写这个的时候啊，他又修改了，修改以后他自己觉得可以去睡觉了，所以就睡到那个铁床上去了。一开始讲的是清贫啊，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10余年了。那国家图书馆保存的多好，真好！你看保存的多好，像新的一样。但是这是1951年出版的。我觉得您用您的手去塑造了您心中的可爱的中国，各个不同年代、不同时代当中，一个个伟大的中国人、可爱的中国人。我心里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您选题的标准是什么？你会选择为谁塑像？为谁塑像？两个方面嘛。一个就是为那些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当中，做出个基础贡献的伟大的人物，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等等，还有就是那些可敬、可爱、平凡而朴素的普通的人民、劳动者。我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有感于社会转型时期，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历史上的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等等这些人忘却了。我觉得应该用雕塑艺术的手法把他们塑造出来，形成一个历史时代的丰碑，来影响当代，影响后世。对，那么我开始就接触了许许多多的当代的文化人，比如说像季羡林、费孝通、钱伟长等等，这一批每抓住一个人物的形象，你都要抓住，
它的那个具有代表性的那个特征。这个代表性的特征啊，对于一个文化大师来讲，对于一个科学大师来讲，可能就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真有意思，这个从可爱的中国到您用您的手塑造各个时代您心中最可爱的中国，最可敬的中国人的形象。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爱国。这个雕塑我觉得是最有青春质感。这个螃蟹你数数看有多少只？十只。这个是失去了生命呀。中国美术馆馆长、雕塑家吴蔚山做客我的艺术清单，是怎样的文学作品让他的内心获得力量？现在国家图书馆只有这一本。是怎样的雕塑作品让他感受到写意的魅力？他激发了我奇特的写意雕塑。又是怎样的音乐旋律影响着他的人生？他前金前金前金金。吴蔚山的艺术清单稍后为您揭晓。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分享吴蔚山老师艺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什么。西汉马踏匈奴石雕。这个马踏匈奴这个雕塑啊，影响了我的艺术，影响了我的艺术的观点。我们这个在大学里所学的雕塑的方式，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学院的教学模式来进行的，都是比较写实的。那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有机会到了西安，就看到了霍去病墨秦的这个马踏匈奴的雕像，以及其他一些雕像。霍去病大家知道这个大将抗击匈奴。那么这个雕塑呢，它是以乡镇主义的手法，并没有表现霍去病。它是用马踏着匈奴这样一个象征的艺术手法来表现了霍去病大将的赫赫战功。它是一种很写意的手法。那这种表现民族气节、反对外来侵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可以讲深入到我们年轻时候的艺术心灵当中去。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胜利40周年的时候，我为我的家乡东台创作了一件大的城市雕塑，严复大地啊，是新四军啊重建军部的地方。当时我是在当时我22岁吧。那么我为了表现一个冲锋陷阵的东晋的新四军骑在马上，我找了不少的模特，但是我觉得这些模特呢，他们都不是很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后来自己穿上新四军的军装来自己做了这样一个动作，让您等等，这张照片是您吗？这就是我。我以为是哪一个历史电影中的一个画面，还是就是当时老照片的一个截取。这是您当年是您当年是这个样子是吧？当然，这是从题材上面来讲嘛。从这个表现手法上来讲，马踏匈奴这一个雕塑啊，它启发了我提出的写意雕塑。中国的写意雕塑的理论是我首先提出来，我认为这个写意是中国艺术的一种精神。有了写意两个字就在心里。因为这个写意啊，像这一种这个马踏匈奴霍去病墨将军前的时刻都是写意的。这种写意它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石头的形态，体现出这个天的创造，也是大自然的创造。那么
大自然的创造和人的创造结合在一起，体现着一种天人合一的啊一个共同创造。我刚才讲的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它影响了我。我今天看呢这个啊给你介绍呢霍去病墨斯克奇的马太雄炉，它影响了我的雕塑艺术的题材，包括影响了我雕塑艺术的审美及其创作方式。我特别想请您以一些作品为例，跟我们大家说说如何去欣赏雕塑。你比如说我做了李白，李白，那我开始我做李白的时候，把他的语文、他的结构、他的比例都做得很好，但是呢，他就像一个唐代的一个人，他不是李白，觉得很不满意，我就做了一个很写意的李白，做好之后啊，我自己都很激动。很远的地方一看就是李白，因为把诗人的那个气质感做出来了，很写意，看不到鼻子眼睛，也看不到手，但是呢，它是一个意象的雕塑。这就是写意雕塑，它要抓住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人物的体态特征，而这种特征动态。要根据他自己的个性，根据他自己的身份特征来创造。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去汲取养分。那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节目，是具有雕塑感的一个舞蹈作品，名字就一个字，塑。一起来欣赏。这个雕塑我觉得是最有青春质感。我要做一个他们认识的人，做一个他们又不认识的人。这个认识的人呢就是达芬奇，那旁边站着一个中国老人齐白石。马汉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接下来这个艺术清单，我相信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最重的分量。我们一起来看吴威山艺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为什么您会把这首歌列入您的艺术清单？我小时候读这个唐诗宋词啊，我爸爸就跟我讲，他说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爱国。例如在那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
背景之下，这个写出《义勇军进行曲》，至今它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是。我在2006年接受中国国家中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创作的时候，我就选择了苏丽亚。为什么？因为这个丽亚的形象，它代表着我们爱国的精神，它表现了一个意气风发的艺术家，他在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他心中涌起的那种激昂的旋律，所以我选择了苏丽亚。同年我也在创作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主雕，那个很震撼，很震撼。我这一个主雕和丽亚是几乎同时吗？在同一段时期里面创作。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我们的伤痛，所以《义勇军进行曲》它不仅仅给我昂扬奋斗的旋律，更给我对那炮火聆听的战场上为民族的独立解放而牺牲的所有的将士们、中华儿女，我对他们的一种崇敬与怀念，所以在我的作品当中也都有这样的表现。是，我选择了丽亚，他在《酝酿进行曲》的时候，他迈着前行的步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他的手是在不断地在酝酿那个激昂啊、雄健、取人奋进的旋律。他的衣服作为一个音乐家，他的音符飘起来，就像他的音符一样的，也是烽火聆听战场上的炮火硝烟。丽儿昂首向前，他的那个气概跟《义勇军进行曲》也是同构的。我还比较高兴的是在去年防疫的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我还创作了另外一件丽亚的雕像。这件丽亚的雕像是拿着小提琴在拉琴，因为这一件雕像它立在了丽亚以前的母校云南学院。在这个雕塑落成的仪式上，其实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就是聂耳的后人青山老师。让我们有请青山老师。有请青山老师。今天您带来的这份礼物是聂耳百年。对，聂耳先生其实那个时代，因为他在上海的时候，他有个特殊的时代。那个时代呢，因为他人缘特别好，很多那个电影厂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是摄影师啊，会一些废的胶片给他，他就可以照很多相。对，当年您塑聂耳的时候，是拿哪张照片做参考的？参考了不少照片，包括这张，参考了不少，包括这张照片是吗？你看看那个，我都看过很多，因为我有时候塑一个人物形象啊，要看他很多很多的照片，很多很多的。这个聂耳的雕塑在云南聂耳先生的母校落成的时候，您第一眼看到这个雕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这个雕塑我觉得是最青春的啊，最有青春质感啊，我是最欣喜的。他写了很多歌曲，其实都是青春的歌曲。我觉得在吴维山老师的这个作品当中，你就会看到聂耳先生的才华横溢，是吧？就包括拉小提琴的那个作品，其实真的聂耳先生大才子，虽然23岁就离开了，但他留下了多少
经典的作品，像《金蛇狂舞》，好，《卖报歌》，《卖报歌》，有太多经典的作品。但是最让我们在我们心中分量最重的这个作品，还是《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它是回旋在我们所有中华儿女心中的最强的旋律。嗯，这一个旋律，它可以使所有的人凝聚在一起，汇聚成一种力量，也会使许多海外的中华儿女激起爱国的情怀。嗯，在五四运动100周年，勤工俭学啊，旅法勤工俭学，以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鸿章等一批啊，蔡和森啊、蔡畅等等，他们这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到法国去留学，嗯嗯，为纪念他们这个留法100周年，这个法国蒙德尔基斯通过中国政府邀请我做一组大的雕塑，在法国蒙德尔基斯火车站广场落成的时候，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个表现中国共产党人的雕塑的主雕，在西方的国家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今天走到世界中心，中国共产党这100年的历史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这种价值很大意义上受到世界的关注。所以国歌对我来说，义勇军进行曲对我来说，它真是我生命的旋律，是我理想情境的指南。真的是心中满满的感动。青山老师，您的身份就更加特殊一些，您对聂耳先生会有怎样的情感？其实聂耳在我们的家人的心目中啊，我们一直觉得他还活着啊。在我10年以前开始传承聂耳的一些事情吧啊，当你走进聂耳的时候，你会把聂耳当成自己的朋友，不但时尚、热情、帅，其实聂耳很调皮，他是中国的音乐先锋啊。就是其实《义勇军进行曲》，大家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他的音乐方面的一个，因为我是学音乐的，《义勇军进行曲》只有一个八度多一个音，就是九度，啊，我一直在讲九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任何一个可以说话的、发声的人，只要他愿意唱都可以表达出来，他的音域是这样。那么义勇军进行曲呢，是由104个音符构成的，我们现在演唱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是一个西洋调式哆咪嗦嗦拉嗦，是一个进行曲。但是我的研究，我和田汉先生的后代也说，在歌词里面最伟大的一句歌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觉得真的国歌这歌词写得非常好，但是我的先辈在这句歌词里又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让我感动的旋律，这不是西洋调式，不是哆咪嗦嗦拉嗦了，是嗦拉哆哆咪咪嗦嗦瑞瑞瑞拉瑞，是一个指调式，是中国的调式。所以我觉得义勇军进行曲还是一个中西音乐最完美的结合。我再讲一个小的事儿啊，聂耳把前进前进前进进把这个镜子放在了最后的一个中音，战场上都唱，当他如果是前进前进前进好像就停止了，从音乐创作上，但他前进前进前进进还在走呢，进234，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应该知道进234这个后面不是聂耳先生了，是现在你每个人唱每一次，现在年轻人再去唱国歌的时候，你要知道前进前进前进进234，那个
是你的未来，你的人生，你的国歌，你每一次在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是你的《义勇军进行曲》，这个很伟大。我就希望现在年轻人每次在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唱自己，唱自己的人生，唱我们现在的新时代，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非常重要啊！我说这个，从小到大唱了多少遍啊？这样的这首国歌，但是今天您的解读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聂耳和聂耳身边这些战友们的群像。郭老师做了雕塑了啊，我们在雕塑之外，我们在传承的过程中用艺术的手法，在2019年，在2年以前，我们又创作了一个电影叫《为国而歌》，我们还做了音乐剧，我们原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这个国之歌音乐剧的一个小的片段，我们想让郭老师朋友们也看看。这是青山老师的一份心意，送给吴蔚珊老师，也送给每一个唱响国歌的人。来吧，国之歌，请欣赏。聂耳同志，夏衍，你怎么来了？怎么样，在这里住的还习惯吗？挺好的。你猜我今天把谁给你带来了？啊，木之幸之，来。聂耳。木之幸之，好久不见。来，里边请。他们两位跟以前可不一样了。袁木之同志是电影《风云儿女》的男主演。哦。许幸之同志是这部电影的导演。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呀！聂耳同志，田汉同志托我转交给你的歌词，你谱的怎么样了？我都谱好了。《义勇军进行曲》。对，《义勇军进行曲》。哎，你们看，我把原词当中的这一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怎么样？好，改得好，改得简练。对，还有最后这一句，前进，前进，前进，改成了前进，前进，前进进。怎么样？前进，前进，前进进。太棒了，这样歌曲更有力量了。聂耳同志，写得太好了，写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心声啊。这样，我提议，我们跟聂耳同志合唱一遍吧，怎么样？好，好，来。嘟。起来，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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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倒掉最危险的石头，每个人被拖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请您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文艺频道页，往期内容随时看，幕后花絮抢先知，与社群好友边看边聊，同时登录央视文艺客户端参与节目的各类互动，也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观看更多我的艺术清单精彩内容。接下来是吴蔚珊老师艺术清单当中的最后一个作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齐白石，螃蟹。齐白石，我从小啊，这个我们家有很多的收藏，特别是一些画册，一些这个名画册，我就对齐白石这个特别的喜欢。那些小蝌蚪啊、虾子啊、螃蟹啊，还有一些牛啊等等。今天这个吴蔚珊老师特别的贴心，带
来一副制品，来。这个螃蟹你数数看有多少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只。这个是十全十美呀。十全十美。十全十美。当这个作品的原作展示在厅里，我去欣赏的时候啊，非常非常感动。感动在什么地方？这十只螃蟹，你可以听到它们的声音，可以感受到那个螃蟹嘴里面的那个膜啊，都像为泡沫，像为土的感觉。白沫。感觉那个所有的螃蟹的爪子啊，都在动。啊，这个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中国画。是毛笔蘸了墨色以后，在宣纸上要一笔画成，它不可能画两笔。这些爪子啊，都是一笔画成的，既要把它的形态画出来，还要把每一个这个爪子它的动态感觉画出来，还要把它那个腿上的那个毛毛茸茸要画毛茸茸的画出来。这个太不容易了，所以我由此对齐白石他的写意艺术当中的高度的绝妙的写实产生了无限的憧憬。因为我们过去看齐白石画的那些草虫，很小的虫子有画得很细，但是呢是工笔画。工笔，对。这个呢是写意画，写意画是在生圈上面，在瞬间画上去以后就要成型，墨就留在那里，所以你没有相当的工底，它是绝对达不到这个效果的。那么由此啊，我想起来欧洲文艺复兴伟大的画家散记之一的达芬奇，当然他也画过螃蟹，但是你知道他画螃蟹他是铅笔画，这个铅笔呢它可以打轮廓，铅笔还可以改，画不好了还可以用橡皮擦掉，还可以通过明暗的方式慢慢的一笔一笔的去描述它。你看达芬奇这张螃蟹是一张素描，可以看到他用明暗的方法把它的体积画出来了，把它的空间画出来了。我觉得这本身很了不起，但是它要跟我们的齐白石相比，我们的齐白石是一笔下来以后毛茸茸的脚，富有生命动感的脚，那个还在土做木子，所以我觉得中国画是非常了不起的。真是，我想这一张画如果到达芬奇的故乡去展览的话，一定会使达芬奇故乡里这些啊这个朋友们感到吃惊，感到真的齐白石跟达芬奇对话，他们是在同一个平行线上的两个艺术大师，是超越时空的艺术大师。对，他们相差400年，400多年是吧？但是最有意思的是吴为山老师做的这组雕塑，齐白石和达芬奇放在一个空间里，如果在一个空间里一个时间里，他们会说些什么？这会有想象。这一组雕塑呢，是来源于在2010年，我到威尼斯去访问，我住在威尼斯的那个船上面。当时我们有几位艺术家在一起，我想啊，如果达芬奇和齐白石两人同样住在这一条船上，他们会想什么？所以我还画了，这个达芬奇与齐白石这一条船上的画，画了好几张。您觉得他们俩要是
坐在一条船上会聊些什么呢？他们会谈螃蟹怎么画了。这个会交流起出记忆啊，我想啊，这个他们讲什么都不重要，关键问题他们两个人是可以住到一起的。2012年11月份，我的作品到意大利国家博物馆展览，那我想这个主题啊，我是不是可以应该换一下，我要做一个他们认识的人，做一个他们又不认识的人，他们在一起对话，那么这个认识的人呢，就是做达芬奇。那旁边站到一个中国老人，他是谁呢？我们中国20世纪伟大的画家齐白石。所以这组雕塑在意大利国家博物馆展览受到了很好的评价，他们国家通过了政令，把这组雕塑永久立在了意大利国家博物馆。在去年，这一组雕塑又被意大利达芬奇师邀请过去，永久立在达芬奇博物馆前面。我刚才介绍的，在立这一组雕塑的时候，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非常感慨。我跟他们的师长讲，齐白石他不会讲意大利语，也吃不惯披萨，还不懂得欧元怎么花，更不会用微信支付。他操着一颗浓郁的中国湖南话，所以希望你们照顾好他。达芬奇师的师长以及达芬奇博物馆的馆长告诉我，你安心地回到中国去，我们会像对待达芬奇一样的对待齐白石。艺术的力量真是。所以啊，这个不管是达芬奇画的螃蟹和齐白石画的螃蟹，都有异共同缺之处，分别代表了东方艺术的水墨写意和西方艺术当中的素描写实，这两种不同的艺术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艺术大师的艺术世界里面，它的境界是达到了同样的高度。哎呀，今天您的这番解读让我们从中时而感动，时而温暖。听了这么多，聊了这么多，我相信年轻的朋友们一定格外有感触。有什么样的问题，趁这个功夫想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自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会真的会感受到那种叫做痛苦是艺术创作的来源吗？老师有没有在作品当中去把自己个人的一些痛苦或者说生活的体验去融入到里边？这个个人的痛苦啊，实际上它会在你自己的作品的一刀一横里面所体现出来。因为你痛苦的时候，肯定你带着一种情绪啊，这种情绪在你创作的时候，它一定会表现在一些速度当中，表现在一些表现的节奏里面，也会表现在刀刻的痕迹当中啊。所以我们这个创作啊，它最重要的就是要投入。您会不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您是穿梭在几千年的时空中？这个几千年的时空啊，我确实没有穿越过。如果真的能穿越几千年的时空啊，你必须要活几千年。但是呢，我会在我的梦里面
和那些圣人、贤人相会。所以我每每做到跟孔子对话，或者去拜见齐白石他们这些人的时候呢，我第二天啊，总是感觉到很幸福。吴老师，如果啊有一天您要给自己塑一个像的话，您准备您多大岁数给自己塑个像？有没有想过呀？这个人一生最重要的最大的遗憾啊，就是不能直接看到自己的脸，看到自己的脸总是从镜子里面看到的。所以啊，我对那直接塑自己的雕像啊，不是十分有信心。但是有一点，当这个我到生命结束的时候，回望所创作的所有的雕塑，他们的综合就是我的自塑像。这个回答意外精彩，大国局又充满了智慧。谢谢吴蔚珊老师。吴蔚珊，这个特别主持物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这个平地而起啊，升起来就是一座山嘛，是平地而起的一座山。让我想起了齐白石先生的那根拐杖啊，这是中国文脉的一份延续。再次谢谢吴老师，一张清单一个世界，分享艺术，描绘生活。今天的是吴蔚珊先生的艺术清单，我们下周再见。谢谢吴老师。好好。